我们上礼拜有讲，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有关于电机在生态工程的这个使用。那同学们，你们问我很多问题哈，我也开始回答啊。有同学们问我说：“老师，一定要用石头吗？”因为石头是从大安溪搬过来的。台湾西部里面所有的溪流里面，以大安溪的溪流的石头是最完整的、最大颗的、质构最稳定。那为什么跟中央山脉？在那个地区的石头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是有关系的，彰化以南的石头都不好，对，石头不能说不好，石头的结构比较松软 ，OK，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用彰化以南的像我不是说那边山是不稳定的，那边的山是土石容易滑动的。那同学们就问我说，老师，那你这个生态工程是不是要常常去用大安溪采 ？Yes， 我们后来就没有这样做，我们后来是到嘉义采。我们到嘉义去采东石的牡蛎壳，把牡蛎壳当成是石头，我们在五股疏洪道有一个很大 的一个案例，我们把东石的过剩的牡蛎壳搬到二重疏洪道，做了一个非常大 的一个不用石头，而是用牡蛎壳来做污染的这个去除，效果非常不错。而整个案子最后是失败的，因为有人攻击我们，为什么要把嘉义的垃圾搬到新北市来？OK， 所以我们后来失败了。OK， 但是让我认为说，没有什么叫嘉义跟新北市的，都是属于台湾。OK， 所以不过当时有一个县长还特别跑来看，我蛮喜欢这个县长，因为他来看的时候，他没有惊动我，甚至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告诉我他是县长，他是那个屏东的那个叫县长叫什么名字？屏东有个县长，对不起，我连他名字都记不起来，实在不太应该哈。我蛮欣赏他的，因为他那地方很热，然后呢很臭。那我们在整顿这个，因为五股这个地方是周围泰山三重的污秽水进来的地方，那我们用牡蛎壳来处理，我们已经不是用石头了。那牡蛎壳的来源的话，是把嘉义东石乡过多的牡蛎壳搬到台北来做使用，我们也获得国科会三年的支持，但是后来我们整个案子是失败的。OK， 为什么呢？因为观感不佳。OK， 竟然去拿嘉义的垃圾填到台北市。OK， 对，填到新北市。OK， 所以。我们后来就停了，没有停了以后的话，政府虽然不支持，我们还继续在做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研究生是以这个为他的博士论文的。那我回到我的主题里面来，我上礼拜就已经讲高铁 ，OK， 电机，还有呢生态工程。我下礼拜的话会讲文学跟生态工程有什么样的关系 ，OK， 那我想各位可能有机会都听过台湾有个东西叫高铁 ，OK， 那高铁有几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看下一张。这个都是我们实际拍的，是刚才拍的哈。这个在我们的云林我们云林呢有一个云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云林，不知道有没有人从云林来哈我们到云林有个地方叫做虎尾，虎尾的话旁边有个溪叫虎尾溪，你知道吗？虎尾溪以前是浊尾溪的支流，浊尾溪是台湾最长还最大的溪流，有没有人知道？浊尾溪是不是台湾最长的支流还是最大的溪流？这有点不太一样，它是最长的溪流，不过如果讲它集水的面积的话，应该是高平溪，高平溪应该是最大的，不过因为讲最长的长度的话是浊尾溪。那浊尾溪呢，在云岭跟彰化的这个当中，那浊尾溪呢，早期呢它有两个支流，一个跑到鹿港去叫做东螺溪，那一个 跑到这个虎尾来叫做西螺叫做西螺溪。 OK， 那为什么叫螺？螺并不是它是一个贝壳，不是哈，螺是代表说它那个当地的，就整个彰化平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风吹沙，风不断的把沙吹进去，把低洼地方填起来，所以有一层一层的高低。所以的话呢这个浊尾溪的北边的话呢叫做东螺，南边的话呢叫做西螺。OK， 那后来东螺呢这个名字改掉了，叫做北斗。OK， 叫做北斗哈。那北斗什么最好吃？肉圆，对 ，Yes， good， OK。台湾有两个地方出肉圆，一个是彰化市出肉圆，一个是北斗出肉圆。请问两地的肉圆差别在哪里？你张教授，你不是讲生态工程的吗？怎么连食物都顺便讲？你看，我们到各处人总是食物都有点了解。彰化的话呢，大部分都属于漳州大部分都属于漳州人。那漳州人的话，那早期呢我们的北斗的话呢，一般都属于泉州人。那以前他们打过仗，所以我们台湾话说你也不乖，塞你去海口吃番薯。OK， good， 就你如果不乖的话呢，送你到海口去吃番薯。那意思是说，东螺哈，
东罗西的话，因为他们都泉州人，所以呢，他那个地方的话呢，比较不容易种竹子，所以他那边的肉眼比较小，里面的那个竹片，对不起，不是竹片，竹笋会比较少。OK， 那彰化的话呢，大部分都是漳州，漳州的话靠近山，贴近八卦山，竹子比较多，种出来的不是种出来，那个做出来的那个肉眼的话呢，会比较大颗，里面的含竹笋的量呢，会比较多一点啊。OK， 味道哪个比较好呢？都好。OK， 那所以的话，北边的话到鹿港去，那南边的话呢到虎尾。OK， 虎尾的话谈话叫做老虎的尾巴 ，Hoveyk 啦。OK， 虎尾的话，这个是个很糟糕的名字，就一条溪如果像虎尾一样飘来弯来弯去的话 ，OK， 很难有人在那边居住。所以我们说台西风云，台湾的台西就在这个地方。日本时代的话呢，为了要抢夺，为了要大量多得彰化跟云林的土地呢，把东罗溪跟西罗溪怎么样，通通把它塞掉，通通把它拦阻，通通把它停掉。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东罗溪了，现在也没有这个西罗溪，现在改名叫做虎尾溪。虎尾溪啊，你如果从云林来的话，虎尾溪根本就没有水源地。完全是左尾溪呢渗到底下去，从北斗啊，对不对？从斗六那个地方出来的，所以的话呢，变成两个溪啊，就再也没有源头了。OK， 我现在你们所看的很多案例都是我们过去的案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帮助彰化，帮助整个南彰化三分之二的土地把东罗溪可以整治好。所以的话呢，早期千百年来所留下的彰化平原，留下的云林平原，因着日本时代把河流整个中断。只留下中间的那一条，我们称为走水溪，所以的话变成怎么样？两边就拿来开花，所以那个整个的含水层呢，非常非常的丰厚，大概至少有400米深。特别是云林，云林是台湾地下水最丰富的地方。所以的话呢，云林跟彰化，但是呢，彰化比较少影响，因为呢，早期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在划分水权的时候，彰化获得85%的水权，云林获得15%的水权，非常非常不公平。小弟如果今年出来再选总统的话，这是小弟决战中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把彰化跟云林同时分得各50%的水权。OK， 你说怎么你讲的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外面都是外行，内行人在这里。OK， 明明的话，彰化跟台中都是一样好的，彰化跟云林是一样好的地方，云林就是硬是没办法得到水，所以的话，云林只能够生产台西的流氓。OK， 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公平，极度的不公平哈。OK， 那彰化的话拿走大部分的水权，所以彰化拥有彰化银行。你们觉得好笑吗？台湾都没有任何的银行，只有彰化银行。你听过高雄银行吗？后来的，我跟你讲，彰化银行是日本时代就有了。我现在讲日本时代台湾就有一个银行叫彰化银行。OK， 连我们的山线跟海线的铁路在哪里交汇？彰化 ，Yes。非常简单，他获得85%的水权，然后呢，15%只有给云林 ，OK， 应该要均分。所以的话呢，长期蕴藏地下水，蕴藏地下水之后呢，云林就越来越贫穷，彰化就越来越富有，彰化成为文化鼎盛啊，很多聪明的人都来自于彰化，含小弟我在里面。OK， 有人问我说，老师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还有人问我说他是彰化中学的，是我也是彰化理中，不是，我是彰化中学毕业的。OK， 所以的话呢所以呢这里面有个危机啊，什么样的危机？因为它有含着大量的地下水，然后呢很多人就超抽地下水，工业超抽，农业超抽，民生超抽。OK， 那因为早期的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超抽以后的话稍微也无所谓，你所看的地方是一个地层下陷区，你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坐标。当整个大自然全部在下陷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叫不变的指标告诉你我在下陷。所以你说看起来的话，不是都是跟一般都是一样吗？错，这个是个下陷，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下陷区。在哪里？在虎尾。OK， 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下陷区，过去的40年、50年持续的下陷。OK， 下一张，在这个地方，我把地名都印给你了，叫做莲池。OK， 你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地方去，请你来看一下。这样下一张，50年来地层的下陷，我给你看一下哈。旁边的话是马路，左边的话是房子，下陷，房子大概下陷大概是50公分到80公分，将近1公尺。你要知道，一个桥墩最容许的下陷量是1公分，一个桥墩
容许的下限量是1公分，这个地方是50公分到80公分。OK， 它已经过去逐年的下限。下一张。OK， 但是呢，非常有意思，高铁坐在这个地方。OK， 全世界只有两个案子，把高铁设立在下限期，一个是我们，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羽田机场。因为日本的羽田机场是用垃圾把它填出来的，填海填出来的，那个是持续的下限区。OK， 那我们是，所以如果能够帮助台湾，就可以帮助全世界，因为我们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每年上百万的人在这个上面走来走去，啊、不是在上面，不是走来走去，在上面啊开来开去。下一张，所以的话到现在还在抽。OK， 但是呢，我认为不是这个问题。OK， 农业用水的水井一般都是50公尺到100公尺。我们查过它的下限期在地下150公分，对不对？150公尺到300公尺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最丰富的地下含水层，不断不断的在往下陷。那为什么往下陷？你原来是石头 ，OK， 那里面有很多水，所以水压填住你的石头的这个孔隙。后来你把水抽走之后怎么样？石头怎么样？重新排列组合，特别是小颗粒。小颗粒的那些粘土啦，怎么样会掉落在那个中间？掉落在中间以后，整个土壤怎么样就往下陷 ？OK， 大概平均大概是每一公尺啊，每一公尺的超抽掉，就是你超出一公尺的这个含水层的话，大概会有1公分到2公分是往下陷的。你说1公分、2公分 ，so what？ 我刚刚讲过了哈，桥墩只能够容许一公分。OK， 那我刚刚讲是好几百公尺的，好几百公尺的，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已经下陷了快近2公尺。那原来的话是在海边下陷，原来的话是在彰化的大城，原来是在我们的台西，原来的话是在嘉义的东石，在嘉义的布袋，是在沿海地方在下陷。所以高铁在定线的时候，它定在湖尾是 OK 的，因为它离的河非常远。但是你没有想到，那个是持续一直过来的。原来海边在下陷，后来内陆都会慢慢的下陷。我猜你们大概没有机会搭到高铁。如果你有机会搭到高铁的话，你稍微注意一下，高铁在台湾的丘陵地，在我们的苗栗新竹山区。是以每小时将近300的速度，300公里速度在跑，一到彰化，过了彰化市，过了园林之后，台西那整个是台湾最平的地方，速度从300砰掉成200，应该平地应该是跑最快的地方，丘陵应该是跑比较慢的地方，但是我们高铁整个倒过来，为什么？因为它避开这个地方。OK， 但是它怎么避呢？它怎么避呢？底下桥墩是好几百根。OK， 它只要有一根是呈现的，应该会有一天啪整个往上撞。OK， 高铁迅速、快速、准时，它需要高度的平衡，高度的平衡。你只要地面高层突然间有个下陷，啪它就冲出去了。OK， 上面400个人、500个人 ，we just say goodbye。OK， 不过我们所以以后高铁应该要有个保险会，应该要有一个叫做撞车或跌下来的这个保险会。我们这如果有雪花力的或者什么，你帮我们这个忙。我们的现在的高铁费用里面只有车票，我们没有保险费，将来要诉之国赔。OK， 那是一个一大笔的费用。OK， 下一张好不好？那么呢，哪一根下线？我现在我要给你看实际的例子。湖尾地方有个西北，西的话是湖尾西，湖尾西的北边开始下，你看这里给你看一下好不好？下一张。OK， 上面有上百根的这个桥墩，整片都是在下线，还好台湾一直 so lucky。我们这个下限啊，我们知道下限是一个 unsteady， 每一年的下限量都不一样，有时候5公分，有时候3公分，有时候2公分，有时候1公分。为什么？因为地层本身并不是均匀的。第二个，下限的面下限的区域呢也不一样，有地方下限快，有地方下限慢。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左尾溪把这个泥沙冲进来的时候，流量如果大，冲下来的颗粒怎么样？就比较大颗。流量如果比较小的话，冲下来的颗粒呢比较小颗。当地又有地形上的差异，海风把一些沙带进来，所以整个云林彰化底下的含水层的厚度怎么样？颗粒上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你不同的地方，你的呈现量是不一样的，有地方会快，有地方会慢，所以成为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如果同时呈现的话，其实我们并不担心，同时一样呈现的深度，我们都不担心。最怕是它每一根的呈现量都不一样，人的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唯独要靠学电机系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因为电机系在所有的科技里面被号称为最准确的技术。我们的电机系的技术远远超过我们化工的，超过我们机械的，超过我们造船的，超过我们土木的。我刚刚讲的话，这不是我说的，OK， 是有一个人啊，叫做欧姆说的。
欧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电，他都要隐隐的看见电机会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一门学科，因为人类在电的测定上可以测定的最准。所以你如果念医的，你如果念念理学院的，念化学系的，其实你大部分所碰的东西是电机所造出来的东西，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去让你做测定。你学生物的话也是一样，因为电机可以测得最准。而这个地方每一年的呈现量，我们只好依靠电机的。日本人他们有呈现，他怎么办呢？他做一个机械狗，每年去那边看，每年去那边看，咕咕咕咕咕去那边看。然后你说干嘛机械狗呢？因为他如果呈现量稍微大一点，这狗会叫。他主要不是那个狗，主要是因为那个狗会叫。啊、其实很简单嘛，就只要是有一个压力，只要你有一个位移，或者是你有一个垂直位移的改变，它就可以产生一个电位差，产生一个信号。目前没有，所以我们等待下一次整个高铁掉下来。OK， 那我们就鞠躬，深表遗憾。OK， 来，我们再看一下。所以的话呢，你所看的这一根是目前最高的下限量。OK， 这个不是网络的。那一般人你不知道，因为你坐在上面。OK， 我有一阵子还做噩梦。OK， 大高铁到了台中的这个乌日，然后就下来了，换搭啊这个莒光号到嘉义再继续上去，为了要避开这一段。OK， 所以你最好不要知道太多。OK， 你说，哎呀，我家在高雄，我就过去了。OK， 以后你到高雄的话，我建议你到高雄的话，你才注意一下我们的高铁每一个时段每一个距放所跑的速度，因为怎么样呢？它上面会有跑马灯，它会告诉你。我所跑的速度，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因为它在下线。你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下线区。目前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在里面塞铁片。OK， 我们在里面塞铁片。哦，你往下线，给你塞个铁片，再往下线换一根小的，再 OK， 再放一个厚的。OK， 所以我们不断的这边塞，不断的这边塞铁片。那还好，是因为只有一根在往下沉，也就整个的话，整个那个下线的延锥是在这一根。OK， 那我跟你讲，它如果多几根的话，你怎么办？你一根的话，你当然可以这样耍；你如果两根的话，你就可以这样耍；三根的话，你就可以这样耍。OK， 如果100根的话，你怎么办？OK， 高铁没有做几年哦，我们的高铁没有做几年哦。OK， 所以你所看的话，就等于是下线器，你看到没有？在电，看到没有？它有感测器，它有感测器。OK， 它怎么样？它非常非常的惧怕，所有在高铁上面的人是不知道底下在呈现。小弟如果这次出来选总统，决战中台湾，我认为这是最最好的案例。OK， 牵涉到整个彰化、整个云林，例行性下面给我放放炮。OK， 放是不是放炮？放烟火。OK， 倒不如来解决这个很实际的问题。OK， 下一张好不好 ？OK， 你看哈、哦，它因为往下陷，所以它那个原来我们的高铁上面的桥墩是用混凝土做的。那因为你往下陷的话，你的受力怎么样，开始产生问题，它就加钢板。加钢板的话怎么样？让更多的桥墩可以同时承受这个怎么样？这个的这个带这个承负力。你有看到都是实际上拍的，在我们的湖尾开始在那边加钢板。再下一张 ，OK， 你看钢板只加这个地方，然后这里的话，整个这一根的话就跟别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在承载的临时人类所加，我们后来。所加进去的这个铁板，它必有更多的这个怎么样承负力在承负在，因为整个高铁这个地方是下陷最严重的地区。再下一张 ，OK， 所以的话，你看它都有加强，在这个地方它要擦钢板，免得我们的高铁因为稍微有点不稳定就啪就冲出去了。所以的话，你知道吗？我们搭的高铁是搭着死亡的列车，快速，因为我们进入天国。OK。只要0.1秒干成这个任务，OK， 我们不希望这样来发生。但是呢，高铁本身的话，实际上是一个 is dangerous，OK、okay。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海峡对岸的某个国家。我不是指印度说的，很抱歉，OK。所以整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在沉降 ，OK， 是在沉降。那、啊、这里面的话，我们土木的已经做完了。OK， 所以现在下一步的话，一个需要我们需要学生工的人，需要学生态工程的人，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的抽水可以减少？第二个，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非常灵敏的这个 sensor， 告诉我们这个哪里出问题。再下一张，是这根桥墩。你看，我连编号都编给你们。我认为你在什么《金周刊》啊，你在什么《商业周刊》啊，你在《苹果日报》啦、啊，你在什么《一周刊》啊，这种台湾最精彩的镜头是你看不到的。OK， 非常非常的。Dangerous， 但是我知道一个危机也是个机会。
Okay. 所以我过去我告诉你的，它都是有我们已经做好的。现在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OK， 下一张。OK， 你看到哈，有各都是乔敦，他在做加强。再下一张。哦、oh, ，OK。一般我们怎么看它下限？非常非常简单。我们一般看两个，一个看房子，第二个我们看怎么样水路。因为你不经营下限的话，水路怎么样，立刻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一段，这是沿海的路面，这是沿海的水路，这是怎么样呢？下限之后怎么样？往上加的，这个深度的话大概将近70公分到60公分，短短的几年之内下限。当然有一部分是超出，有一部分是因为高铁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快的话产生 vibration， 产生这个震动，也会产生这个怎么样？很让你的桥墩很容易的继续再往下。我不是警告你，叫你不要坐高铁，完全没有这个意思。OK， 那你要珍惜你大学的时光，珍惜跟你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因为 you never know。OK，you never know。OK， 再下一张好不好？所以的话呢，左边的话那是我太太，所以我有权利可以使用她的肖像权。这个是我的太太。Oh, you're so beautiful. OK。那么你看，我要跟你讲的，我主要不是叫你看私募，我只要看你那看。整个房子在往下陷，所以怎么样呢？所有的地板都在抬高。OK， 下一张。当然，我不可能带我的太太啊去，只是要看下陷区。OK， 成为一个罗曼蒂克的男人的话后呢，当然我们是吃了好吃的那个鸭肉面线。OK 啊，本人也把当地最好吃的鸭肉面线也告诉你们啊。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有点做这个自入性的行销。OK， 就是这样，跟着个脱口诶，那个阿爸阿爸，那个个阿海塞啊，阿海塞啊，诶，现在给你给吧，阿爸还是对讲台语，对这个阿海斯的这个鸭肉啊，好吃好吃。OK， 下线区它当然交上就有池塘，有池塘的话可以养鸭，养鸭的话当然它就会有面线，不是养鸭的话来做面线是很不错的。所以然后呢，我成为一个生态工程师，我为了解决问题，我不想回头看说这是谁的错，我不想谈这个问题，现在讲太慢了，我不想去谈是谁的错，我也不想去谈是谁定线的，我也不想去谈你刚才这样这件事是不是为了炒房地产，我通通不去谈，我来谈说我们到底要如何往前看。要如何往前看，去保障我们每一年上成千上万居民的生命？那这种大尺度的问题，整个云林彰化下线，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大力士，一夜之间把那土壤整个向下拉，不可能，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技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一个下线的土地，能够可以把它拉上来，因为下线的话是在底下300米的地方在这边下线，你无论怎么拉链，你也拉不上来。OK， 所以的话，我们那你说可不可能我打个水井啊，把水往下灌 ？No， 你灌下去的话是另外一个水井，砰，水喷出来。OK， 你说 open system， OK， 那个是个开放的系统，那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是个封闭的系统的话，你拼命压，所以还有一点效，就像你骑脚踏车一样，你说漏气的话，你还要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打点气，但是你如果上面有个破个洞的话，你所打的气怎么样？是从那边出去的。OK， 所以你不能够用那个，那可不可能我们把这个高铁用怪手把它吊高，底下给它填土？对不起，来不及了，来不及。白天的话，高铁要跑，你说晚上好不好？对不起，晚上也来不及，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做不到，没有人有这样的技术能够把一个下限期的土地把它拉上来，所以我们怎么办？这是你的习题。OK， 那我先告诉你们一些很基本的这个 background。你这礼拜的习题呢，有两题，你选一题就可以了。我跟你讲，你最好不要选这一题。我们先给你看一下，让你心里有数。你这礼拜有两个习题：生态工程导论的作业五。第一，你认为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减少台湾云林地区的地层下陷，导致高铁的危机？全世界只有日本有，还有我们有。不过日本因为它是一个人工岛。垃圾填出来人工岛，它的呈现是怎么样的？是个均匀呈现，所以台湾 is so wonderful, is so amazing。你拥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案例，就是高铁在我们台湾是不均匀的下线。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减少这个危机？请同学们，你不要轻易尝试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条鱼，早期一个非常有名的流行歌。假设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然的投影在你的心间。OK，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假设你是一条鱼，请问你如何要？假设你是想要交配，对不起，交配生产。你知道鱼跟鱼实际上不太需要身体的接触。OK， 交配生产的话，你途中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妨碍？
OK， 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说明第二个问题大概要怎么答。我们再回去好不好？那我们要给你一些高铁的基本的知识，我们极度的需要电机的人帮来告诉我们。OK，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本身是个机，它本身是个电机的产品，是电机跟机械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有很多好处，第一它直线，第二个它单向，第三个的话它没有分差，这是高铁的好处。所以它因为它没有分差，它可以非常非常的准时。高铁本身有很多的优点，它可以呢炒房地产，不是，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经济的发展。OK， OK， 它可以呢吸引商机。OK， 你家里如果住在捷运的附近，很多人喜欢去买房子。你家里如果在高铁的附近，很多人需要来买房子。我认为台北新北市下一波的房地产应该在巴黎，巴黎是下一次我们炒房地产的一个地方，因为呢很可能淡水会通过一条跨海的大桥，从淡水一直开到巴黎。OK， 本人强力反对。OK， 那么。所以它可以吸引商机，不过这种背后呢，它带来几个危机。第一个危机的话呢，它有本质的危机。高铁有本质的危机。第一个，因为快就是危险，所以的话呢，你的旅客的话变成一个危险商品。所以当你去搭高铁的时候，你是高铁商品的一部分，就有点像你看广告的话，电视很多广告，它并不是在广告任何东西，它是认为你是它的广告品。电视里面所有的广告，报纸里面所有的广告，都不是在广告房子啦、啊什么什么胸乳器啦、啊，OK， 胸乳器，OK， 都不是，你是他的广告用品，你是他的广告的用品 ，OK， 虽然你以为看电视是 free 的，是免费的，其实你错了，你是他的广告的用品，所以的话呢 ，you are dangerous， 你是一个啊危险的商品。第二个的话，它有环境的危机，为什么高铁行驶中遇到电击、强轰、地震、爆炸？你说有谁会去爆炸高铁？OK， 还有隧道的崩落，OK， 还有呢，人为的危机。我今天讲的是常常人为的危机。人为的危机的话是隧道开花导致以地层的下陷。OK， 我们称为 land subsidence。下一张好不好？那地层下陷的话呢，我们目前有什么样的对策？我先讲它的性质。它本身的话是来自于冲击含水层 aquifer。OK， 冲击的含水层颗粒的压缩产生缓慢的这个下陷。目前的话呢，大概以每一年。以1到5公分在下陷，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每一个桥墩只能够容许1公分 ，OK， 所以不断的去在那边换。那我们是呈现空间不均，不同的云林有不同的呈现区。第二个的话，呈现的时间也不均，你今年3公分，明年5公分，去年1公分 ，You cannot predict， 你没有办法预测它有几公分，它有高度的变动性。所以的话，我们不能够用每一年的资料来成为我的预警，我需要有每一秒的资料，我需要有每一秒的资料，每一天的资料来告诉我哪一根是有危险的。目前我们没有。还有呢，我们会有地下细坑，这个高铁比较没有，也就是突然间啊，马路底下有个10公尺的洞，砰就产生出来了。OK， 这个台湾也发生过，不过大部分都是欧洲，美国也有啊，这个中国也有。OK， 那一般的话，我们问的问题的话是第一个，并不是在第二个这个地下的这个细坑，也就是地下水流太快了，把一部分的岩层整个带走。OK， 对高铁的影响怎么样呢？第一，如果你改变高层，因着你的地表，因着你的地层下陷，你改变你的高层，你会产生行车上的不平衡，导致行车不平衡，你越快就越不容易平衡。第二个的话呢，你的桥墩荷重会不均匀，你越往下沉的那一根，它是最高度的承受力量的这个所在。下一针，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第一，我们避开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定线的时候我避开 ，sorry， 这东西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我减少反应，就是目前所做的，我减速 ，OK， 我到彰化减速，反正彰化没有人上车，我到云林减速，反正云林没有人上车。OK， 第三个的话呢，我减少危机，这样危机的话少抽地下水，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度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渔民早就在先，农民早就在先的，是你过来的。如果是因为有高铁，我在那边种田，那是我的错。但是我几百年来都这边种田，是你高铁自己要过来的，你怎么可以叫我不抽水呢？那渔民。农民该怎么要抽水呢？因为云林缺水，彰化缺水，彰化跟云林是台湾非常干的地方，它缺水，特别是彰化的竹塘是台湾降雨量最少的地方。OK， 所以
在过去啊，我们不敢在云林的外海，我在彰化的外海设立任何大型的工业区，他们要使用大量的水，偏偏我们的六轻在云林外海设，偏偏我们的一个叉叉轻 ，OK， 在我们的大城的外面，大城市 的外面建造，等等，我们不谈过去。我说你不谈过去的话，你怎么一直在讲过去？哎呀，算我老年痴呆好了。OK， 算了，后来你要超脱，你用一句话，我要减少超脱，就是水减少。还有，你为了要使得六轻，你做了一个叫集集燃水业，你把南投的水关掉，挡起来，专管送给六轻，所以你的浊水器变成没有水。浊水器一旦没有水的话，你根本就不只是你超脱，你同时地下水的补助量大量的减少，一方面你过用。第二面，你把你的水源地你也断掉。OK， 所以今天还不是只有减少超抽的问题，因为你连你的 groundwater resource， 你的最基本的来源，你也把它断掉了。哦、，OK， 那你说现在把六轻拆掉，谈何困难？它是提供我们云林这个每个定期给我们放爆竹的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年放爆竹没有在云林放，这是可以了解的啊，因为它过去这一年就已经给我们放了七八次了。哦、OK， 不，我说我就火烧起来了。OK， 何等的现场化。OK， 所以的话，你要讲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第四个的话，后来我们减低危机，这个是我们需要的。We have a dream, it's impossible dream。就我们有梦想，可不可能把人类最好的科技、电机跟机械合在一起？我认为在2050年，人类最大的危险是我们的 water source 不够用。其实我跟你讲，高铁的危机就是 water resource 不够用。我们过去电机的发展，过去50年来都是为了人类在做发展，可不可能人类未来的30年把最好的头脑用在帮助我们有关于环球性的资源不够、气候的不稳定，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把最好的头脑用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不是只给人享受，而是能够对于环球的危机、水的危机，我跟你讲，大自然的危机里面可能最危险的危机是水，因为水有问题，土就有问题，土就有问题的话，粮食有问题，粮食有问题，哒哒哒哒哒。OK， 那我们今天还好，只是因为瞬间我们有个经济上的一个不稳定。我跟你讲，经济上的不稳定fine OK， 我们电脑平常一年要用平常我们3年用一台，后来改成4年用一台fine OK。我跟你讲，台北市如果推荐宣布我是台北市的市长，各位亲爱的台北市的市民。我们发现，我们以后5个月，台北市没有任何的饮水可以给你，没有任何的用水，所以你每天去上班以前，你必到淡水河的上游去挑水回来自己使用，刷牙、洗脸、冲大便，通通是拿一杯水。当然，造成交通的涌塞使得500万人在马路上奔跑，本人深感遗憾。OK， 祝各位有个光明的未来。我跟你讲。5个月不要5个月，我跟你讲，几个礼拜，台北市居民通通搬走。为什么？因为一定会带来传染病。我认为到2050年，应该你们都还会在。我认为人类最大的危机是自然资源的危机。所以的话，今天高铁的危机，我跟你讲，就是自然资源的危机，就是水资源的危机。我们知道目前为止我们束手无策。当然了，万一没有电机的帮助我们。那我们下一步就探讨如何共摊损失，万一高铁掉下来 ，OK， 我们如何共同来承负这个损失？台湾大学是不是在5500亿里面可以少几亿？哦 ，OK， 就是下一步共摊损失。第六个的话呢，就是重新再做 ，OK， 就是我们宁愿再花3兆的钱重新再做。那旧的怎么办？可以成为从北到南一条马拉松的跑道。OK， 既然不能走高铁，那我们成为马拉松的跑道，我认为在全世界会是有名的OK， 你不用担心有任何人会给你打岔 OK， 当然你是小心点，你不要跑下来 OK， 那第六跟第五是我们非常不喜欢面对的，但是势必很可能会走到第六去了。我相信再五年，我们会走到第六去。我认为5年之内，我们看着吧 OK， 10年之内，我们看着吧。如果我们没有再有良好的对策 ，OK， 那么我们有什么处理的方法？我下礼拜会告诉你，以我们一个学生态工程是什么是我们处理的方法。我们把生态跟电机组成在一起，我们开始教台西沿海，跟在教我们东石沿海、嘉义沿海那些地层，因为整个地层下陷的话，湖尾大概下降，即整个往下降到2公尺，
那个是在东石的这个地方，整个地下水位的下降，东石台西目前的地下水 的一般的水井已经达到250公尺，250公尺大量的在那边抽水 ，OK， 如果他那边不抽的话，这个地方就会比较少下降 ，OK， 那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们下礼拜给各位看一个实际的东西，我们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正在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沿海地区做大型的这个湿地，把那边的水呢，因为让你不要超出。第二个，我们把那边水往下灌，我们把那边水往下灌，就是怎么样呢？在我们的出去的地方用水压，看是不是可以挡回来，挡回来这个一部分。第三个的话呢，我们在土地要做填高啊，就是我们在高铁大概想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填高啊啊，我这部分非常非常的困难。还有呢，我们极端需要以电机工程设立桥墩的警戒系统。OK， 那其实哈，第一是我们跟电机要合作的，第二个也是我们跟电机要合作的，第三个我们让电机工程是不是减低 vibration， 减低 vibration， 高铁啪 ，OK， 以一秒钟300公里这边通过，可不可能减低它的 vibration？OK，、okay, vibration 就是这个震动啊。震动的话，你怎么样？你越震动的话，怎么样？它就一直往下沉。所以当它往下沉，一个是超抽，地层变软；第二个是因为你本身在快速的震动 ，OK， 那么它也会往下去。有没有可能它用高铁快速过去？怎么样呢？是没有声音，没有震动 ，OK， 我们可以给它有这样摄影，旁边有一只萤火虫，在那看高铁，高铁就啪过去，萤火虫没有飞走 ，smile， OK， 那什么？这是 our dream， 这是 our dream。OK， 所以的话呢，我只是台湾的一只老黑狗，我是叫台湾的老欧狗。OK， 没有亮丽 的皮毛，没有绚丽的身材，但是我仍然忠实的盯紧台湾的生态环境。OK， 请看下一张。OK， 所以的话，如同戴理洋所写的一首诗歌，是有关于唐吉诃德的一首歌，《The Impossible Dream》。OK， OK， 那个啊，同学们，我认为你18岁到25岁。你不要太考虑全世界什么不景气，工作不好找，薪水太低，不是你的问题。18岁到25岁的时候，是你往你的 dream 潜力的去往前走。You have a dream。人生最可爱的工作是你所做的东西是 your dream， 所以 your dream。所以的话，18岁到25岁 ，you go ahead， 勇敢去做梦，去打那个不容易打的 ，you dream an impossible dream。Okay， 然后等到你25岁到35岁的时候 ，you know your dream。OK， 25岁到35岁的话，你要好好的去经营你的 dream， 好好去把你的 dream 成为 your profession， 成为你的专业。35岁到45岁的时候，是你要学习跟你的 dream 有关系的周围的东西。等到你45岁到55岁的时候，成为一个重要的领袖，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你55岁到65岁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退下来，写本好的课本，还有栽培。可以接着你那一棒往前去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开这门课的原因。我的年纪是57岁，虽然看起来像27岁 ，Yes， 对吧 ？Well, it's not true. OK, but tell you the truth. 我是个资深的教授，我当教授已经当了快20年了，我已经当了16年的教授，很少有个教授开这么多门课。It's my dream. OK, 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系上的课。啊、我跟你讲，其实上我自己知道，我要把在台湾大学最后的8年、最后的10年，啊、我相信你们西藏很多老师一个学期里面有3门课，我是个3门课的老师，我下学期我也有3门课，说明还4门也不一定，哦，对不起，应该4门，OK， 所以我跟你讲，他把他最后的10年，把他最后的10年，他愿意去教下一批的学生，而你们就是我的对象。Dream an impossible dream， 然后呢，你65岁到75岁的时候，你在学另外一个专长是你过去没有学过的，然后你到75岁到85岁的时候，你把你的第二个专长成为一个 well established enjoy 的一个你个人的专业，然后你85岁到95岁的时候的话，你再学别的，然后你95岁到105岁的时候的话，你当某方面的主管 ，OK， 你到105岁到115岁的时候怎样？就像是这部电影一样，我刚刚其实我最后没有放完。其实你如果上我这门课 的网页，他后面有讲到他最后是怎么上去的。他只有一个让你会流下眼泪的一幕，非常有名，唐吉诃德的电影。OK 啊 ，OK， 所以的话后来啊，我们啊今天好像不太需要下课。OK， 所以我们继续再来。OK，
我们这边课已经上了第五次了，今天还正式进入主题。前几个礼拜都讲什么公共卫生啊，讲环境工程的东西，从这个礼拜开始进入什么叫做环境工程，对，什么叫生态工程。我今天要介绍生态工程天龙八部里面的第一步，就是它八个理论里面的第一个理论。 OK，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使鲑鱼安全的回来。当然我今天可能不是讲鲑鱼，我可能讲很多螃蟹。 OK， 下一章我要告诉你，我们生态工程的第一个理论叫做生物廊道理论。生物它的移动，它会有个固定的廊道，然后你不要去挡住它的廊道，所以我们努力的去让生物的廊道是可以通行无阻的。你万一过去人类的活动破坏了它的廊道，那我们如何让它回来？所以生物廊道理论是我们第一个理论。是谁先发现的？是这个人先发现的。他是一个喜欢美术的人，他喜欢孩子，他想成为一个儿童的画家。他受到有一篇文章的影响，他成为一个化学家。后来用30年的时间，他去进行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让泰晤士河消失将近100年的鱼可以回来，特别是一种鲑鱼可以安全的回来，好像让贫民区的孩子可以比较轻易的获得鲑鱼。因着他的努力跟坚持，他最后所看到的不是鲑鱼，而是鳗鱼，还有飞鱼 ，OK， 还有螃蟹，终于回来了。河蚌也护育成功了，在他有生之年。当他死的那一天，鲑鱼还是没有回来。他失败了吗？没有，在他死后的第49年，第一只的鲑鱼才回来。他给人类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一个都市人口、都市的文明，不是里面的建筑是不是已经到达101？因为101的大道200年以后会成为一个我们很难清楚的一个违章建筑。OK， 一个都市文明的话，是人类可不可能让周围的鱼类跟他一起的快乐？他死后第49年，第一只鲑鱼才回来。他证明一件事情：只要人类持续的在正确的方向努力，最后鲑鱼是会回来的。仍然需要有人高级的爱护河川跟生物的火把，一代一代的往前去。所以我底下是介绍这个人，而这个人给我们生态工程第一个理论，我们称之为生物廊道理论。再下一张，这个是我，这是我拍的 ，OK， 就是给给蛙 ，OK，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蛙叫做给给蛙 ，OK， 就是给给给给，OK。啊，因为它叫话就是嘎嘎嘎嘎，就是啊，它是一个食比兽更为有福的一种物种，它总是要给 ，OK， 你不要它还是要给 ，OK， 叫嘎嘎嘎嘎 ，OK， 所以的话，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嘎嘎蛙，哎，这不是我给的哦，这是生物学的一个俗名啊，叫嘎嘎蛙，OK， so cute，OK，、okay, so cute， 台北很多 ，OK， 台湾大学不容易看得到，台湾大学的话大部分都是 ，OK OK， 不是狗。不是狗，我现在是学那个贡德斯蛙的这个叫声。OK， 下一张好不好？我们很多鱼死亡，我们台湾很多很多的鱼在死亡。OK， 再下一张，这是我们的努力。我们近代已经很少提到这个人的生态工程的第一个理论的开启者，他的名字叫做 Dibdin。OK， 那 Dibdin 的话后呢，他就是要让第一只鲑鱼可以回来。我上一次有讲，有个工程师他做污水下水道，让伦敦的污水可以排走。那个人退休以后，这个人是他的学生，他接续老师的位置。但是呢，他的老师是把污水排走，他的努力怎么样呢？是让鱼可以回来。OK， 这两个人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实际上都是步着他的脚中在往前行。OK， 他要让无数的孩子可以在家里的附近可以看到鲑鱼。下一张。OK， 这是 Boston 的这个长相。他本来的话呢，他爸爸 是在他爸爸有个梦想。他在能够让那个渔民的孩子可以有书可以读，所以他爸爸就在一个海边呢开一个书店 ，OK， 那实际上是非常穷啊，因为海口的孩子没有钱可以买书，那他爸爸呢就经常把书呢打折送给当地的孩子。下一张，所以的话，他从小是跟他爸爸一样喜欢画图，将来要去做个书商。不过呢，他读到有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个人的话，你可以抄他的名字，叫做 Matthew。Matthew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我没有时间介绍这个人，我非常喜欢读他的小说 Matthew 的这个小说。他写到很多当时伦敦在很穷的时候，很多小男孩生活的情形。他这个当时呢清晨12点很多有个12岁很多12岁的孩子在伦敦呢
啊的这个啊比林斯盖特，这个目前还有，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鱼市场。OK， 在这个地方的话，等待鱼货购买啊，这个成为买鱼之后啊，再沿街来换卖。再下一张 ，OK， 就当时的这个情况。OK， 下一张。那么呢啊，我现在朗诵给你听，是当时他的文章，当然他不是用中文写的啊，是经过某个教授以他优美的文笔啊把它翻译下来。他们个个穿着破烂的服装，眼光是呆滞的，面无表情。OK， 赶在清早的火车将港口的鱼类送到伦敦之前，在车站前长情的等候。火车一到，他们就上前将鱼货搬到市场，可以获得三分之二的价格，成为他们的工资。这些小鱼甚至以用三分之一的价格也可以购得。他们在市场外面，有的鱼用盐渍，他们称之为湿鱼；用油炸，称之为干鱼。OK， 配上马铃薯啊，调味料跟青菜，用纸包着，就在台湾大学变成炸鱼排。没有，他们拿在手上沿街来叫卖，警察会驱赶他们，怕门口脏。下一张，他们经常走很远的路才能够卖几条。他们经常沿街叫卖，就是这句话，就这句话。他沿街叫卖的那一句话，深深的感动提伯丁，使他成为生物廊道的开启者。就这句话，他说：“你今天买的鱼，明天不一定可以买得到。”这一季买的鱼，下一季可能就 就不卖了。今天买的，今天可以买得到的鱼，明天可能就没了。这一刻的鱼是美好又新鲜，下一刻的话就腐烂又发臭。就这句话啊，这个英文念起来的话像诗一样的好听哦。OK， 这是个事实，因为1820年以后，渔获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OK， 当地有个地方，他们的渔夫长期的记录，在泰晤士河呢。平均每天是61只，1812年变成18只，1912年变成5只，1821年变成1只，1824年再也没有归隐上来。OK， 一直到现在。OK， 他深受感动，他去做一件事情，让鲑鱼可以回来，让鲑鱼可以回来。所以他怎么做 ？OK， 他就做一个叫做 sewage plant。OK， 啊，我们叫做污水处理厂。现在才这样好不好？我要这边要讲快一点。所以的话呢，当时人口450万。然后呢，泰晤士河底下15公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鱼。哦 ，OK， 已经排走了，排走了污水呢，但是周围的水还是一样没有氧气，事实上是水是臭的，所以鱼越来越少，人民越来越穷。下一张，他决定在这个 Baking Bay， OK， 这个地方的话成立第一个污水处理厂。有人问他说，你要将污水处理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我要处理到像天然的水那么，我没办法处理到天然水那么好，但是的话也不会像这么差。OK， 他就开始人类的非常有名的这个 baking 的 wastewater treatment。下一张好不好？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说，过去人类的施工大多是为了控制大自然，而不是跟大自然是配合的，以至于对大自然的方法完全的无知。下一张，然后呢啊，他就做了很多方法。OK， 再下一张，我要快一点。OK， 然后就做了很多方法。OK， 再下一张好不好？东西都是我们做的方法，东西都是我们实际上坐在嘉义。OK， 那为什么？谈嘉义呢，因为嘉义没有任何的污水下水道，而嘉义县是目前台湾所有县市里面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很想改变嘉义的这个环境，所以终于都实际的。我跟你讲，这个案子完全失败。OK， 完全失败，为什么？因为被台风给摧毁了。OK， 下一张好不好 ？OK， 但是有些东西是我们是成功的。OK， 下一张好不好 ？OK， 当时的话呢，他为了让鱼回来。他就开始定一个叫大肠菌，大肠杆菌，因为他让鱼回来之后，鱼的身体里面实际上是没有大肠杆菌的，是低于安全标准的。他就开始定，他让鱼回来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要把那个廊道打通，让原来在百年前在泰晤士河上面的鲑鱼可以回来。这个廊道鱼应该还记得。所以的话，第一，足够的水量；第二个，好的水质；第三个，所有结构通通把它铲掉，让鱼可以安全回来。所以的话，这个东西是他改善水质。OK， 所以的话呢，1889年他完工，他平均可以大量的减低污水，因为他把它处理掉了，他再也没有把它排走。然后呢，1894年，哇，等了5年，一条海鳗慢慢的游进来。你说他怎么知道海鳗游进来？他定期的按每一天在那边抓鱼，每天在那边抓鱼。他期待能够鲑鱼能够回来啊？干嘛鲑鱼呢？因为鲑鱼是所有的鱼里面对环境品质要求最高的。那海鳗算不得什么，海鳗是那种脏鱼、烂鱼、垃圾鱼。OK， 他在回来的时候，他几乎疯掉了，因为他在岸边一直笑，一直笑，他是那么兴奋，以至于别人说他可能疯掉了。OK， 看到鳗鱼都会疯掉。
OK， 东西都是我们做的。OK， 再下一张。OK， 再下一张好不好 ？OK， 再下一张，下一张。OK， 再下一张。OK， 哦，这 OK， 可爱的那个我们叫做什么？电桃哥啊，OK， 算了，下一张。OK， 下一张好不好 ？OK， 啊，下一张乌鱼。OK， 哦，这个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是在只有高雄跟屏东才会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鱼，叫真鱼。怎么大呢？这么大。哦，这高雄以北看不到。OK， 它就在高屏溪，高雄以南，那我们就想尽办法保护这个鱼种，让它可以回还高雄。Yes， we got it。OK， 然后让青蛙也可以回来。再下一张好不好？OK， 就这个地方，这是高雄实际上拍下来的，在高雄以屏东的当中有个溪叫高屏溪，高屏溪里面有个很特殊的鱼种，你听都没听过。OK， 叫真鱼。长得像跟针一样细细小小的，可以不可以吃 ？Yes， 可以吃。好不好吃 ？Yes， it's good。OK， 但是生物当然不是为了吃。OK， 我很多孩子问我说：“老师，这个鱼可以不可以吃？”我这个是很低层次的问题，你知道？OK， 那我们怎么让它回来？我们建立鱼的护庇所，我们在高屏溪建立鱼的 refuge。OK， 进入鱼的护庇所，让它可以在那边暂时可以栖息，继续再往上去。OK， 再下一张。OK， 当然都这个都是我们的实验。再下一张，好不好？然后呢？他有三个助手 ，OK， 这三个助手帮助他，因为没有一个人事实上是单独。你看啊，这三个人都不一样的，一个是学土木的，一个的话是学建筑的，还有一个是学音乐的。三个人帮助 Dibbling 开始努力，让鱼可以回来。下一张，OK， 还有哈，那还有一个，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就这个人提出这个生物廊道，就这个人的话开始去查那边的鱼类。OK， 那这个人的话做很多的实验，一生里面都很安全，不过最后非常可惜，爬山的时候骑脚踏车掉下来就死掉了。OK， 这种都啊，我们为了整治啊，柜子坑溪底下埋那个铁片，让微生物膜可以长在上面。我们不要用石头，用这种方法。再下一张 ，OK， 我们让苦花鱼可以回来。OK， 下一张 ，OK， 这我可怜的学生 ，OK， 来，我们后来称他为生物处理之父，因为他认为我弄完了以后是不只是让他没有臭而已，因为以前是没有臭。他说 No， 我要让鲑鱼可以回来。下一张。OK， 他这个案子影响到普世。我们今天的话，不只是让鱼回来，我们让螃蟹回来，我们让鸟回来，我们让哺乳动物回来。这些受到人为破坏已经消失的土地，或者是河流，或者是山区，可以有个重新归回运动，让鱼可以回来，甚至可以让原住民可以聚在里面住。我这门课里面最后一个礼拜，我是讲原住民是不是可以跟国家公园可以共存。我记得我们人类对原住民有三种伤害，最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传染病给原住民，让原住民大批的死亡。第二个，我们住下来之后，我们抢夺他们的资源，把山坑开来，不来，我们抢夺他的资源，我们把他搬来搬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他的森林。还好我们台湾大姐还种一棵蛮大的樟树，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都被我们砍光了。OK， 第二个，所以第二次，我们第一个，我们把传染病给他；第二个，我们要他的资源；第三个，是我们近代的。我们把他所居住的地方称之为国家公园，然后让他不能打猎，让他不能砍树，让他不能够雕刻，让他不能够在那边居住。小弟如果再出来选总统，我认为他们应该回去。我们要学的是他们是怎么砍树的。我跟你讲，树木如果不砍的话，是不会生物多样性的。OK， 有些树木像有些藤类，对野生动物实际上是特别是大型的移动是困难的。原住民很早以前就知道如何砍树。把一些的死亡的树很快做成雕刻，你把它放在山上压在那个土壤，使种子没办法再发芽，这样是不利的。原住民很早以前就用他的部落成为不同森林的一个 buffer zone， 成为一个缓冲区。OK， 我们认为他这样说是不对的。No， 我们认为他打猎是不对的。其实他打猎可以把一些有病的，他打猎可以把那些过多的，把甚至把一些在食物链里面过多生长的，他可以把它干掉。只是要怎么干掉而已。OK， 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三度的这个破坏，所以我在把这门课的最后一个礼拜，我要好好讲我们如何向原住民学习。OK， 所以的话呢，生态工程的第一个理论，你看从这礼拜开始才真正步入生态工程。OK， 第一个理论的话，我们称之为 Corridor Theory， 我们称之为廊道理论。因着有廊道理论在前面，我们后面就有个工程。这工程的话，我们叫做廊道复育工程。OK， 我们就是如果把那个 corridors 可以做 restoration， 什么叫 corridors？corridors 的话就怎么样呢？我们相信
大自然的生物它在迁移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路径，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pathway， 有个 pathway。OK， 它并不是一种漫游目的的在迁移，它也不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在迁移。我刚刚已经，我一开始就讲过了，生态工程是把你的工程有限的工程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所以我们前面有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说，生物在迁移的时候，它有一个 pathway， 它有个 pathway， 或者有两个 pathway， 所以的话，其他部分我不用动，我只动它 pathway， 如果它 pathway 被我们断掉之后，我想办法把那个地方修补起来。哦、OK， 那我怎么修补？我前面是讲鱼类，因为最开始是从鱼类来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给鱼类有足够的水量。我们称为生态激流量，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就是我说足够的水量，让某一种鱼类可以回来。第二个的话，要安全的水质，安全的水，你不要给它一些脏水回来，通通死掉，成为一个死亡的陷阱。No， 这不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个的话减低地面上太多高耸上的一个变化。如果突然间有个垂直的断面，是鱼过不去的东西，我们要减少。第四个的话呢，它游的过程中，怕有人去钓鱼，怕有人去那边抓鱼，怕很多鸟啪。在那边吃鱼 ，OK， 所以我们要增加它的隐蔽性，让它整个回来的 pathway 上它是安全的。Oh, OK， 第四个的话，后来我们要 patch， 这 patch 这个是很难有中文的这个翻译名词，什么叫 patch？ 生物可以良好可以栖息的地方，它是个大面积的。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今天要让生物可以回来，必须我回来的地方让它可以抵达的地方是安全的，不是它回来就死亡，不只是 pathway 是安全的，而是这个经过 pathway 回来之后，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安全的。OK， 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叫它 patch。PATCH， 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把这个廊道给破坏掉了，我们有个名词叫做破碎化 ，OK， 我们叫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我们称之为地景的破碎化。Okay， 什么叫地景？陆地上的生态环境或陆地上的这个景致 ，OK， 所以生态工程是什么？生态工程是建立在第一，它必须是 pathway， 第一，它是本身是生物的 pathway， 生物的 corridors。是生物的廊道。第二个，这个廊道已经被你破坏掉了。第三个，你知道，你必须知道，这里是你的 pathway。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呢，想在我们屏东连上台湾最后的这个道路，台湾的整个环省道路缺一块，那一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屏东的靠近满洲乡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台湾的一些稀有的生物的一个 pathway。OK， 一种椰子蟹的这种 pathway。所以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有 pathway， 我们就不动；如果你的 pathway 被人破坏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破碎的断面可以补上来。我们这个东西有个工程叫做廊道重生 ，OK， 叫廊道重生，就是让你的生物的廊道可以 born again， 可以再一次的回来。下一张 ，OK， 这种重生有很多技术，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我等一下会给你实际讲实际的案例。这个廊道的话，例如像我们可以做植栽，我们叫 planted corridors， 就是我们在河边啊，为了增加这个隐秘性啊，我们可以种一排的水柳 ，OK， 我们种一排的这个红浆树，种一排的碎花棋盘角，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根够深，它的叶子会垂下来，它的茎会垂下来，可以增加它的隐秘性，它的 shading。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遗痕廊道。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沿海的生物啊，你要做以前你要知道沿海的生物是怎么做廊道的，沿海的生物为什么会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在想办法知道它过去有没有留下来的痕迹。我下礼拜开始讲如何用生态工程减少土石流，是不是下一次啊？还是下下一次？好像是下一次，对对对对，我下礼拜是讲生态工程如何减少土石流。那我怎么知道这地方是土石流比较不容易存在的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有大树，有百年、有千年的大树。OK， 所以的话，你可以知道当地有个早期生物迁移的廊道啊。当然我怎么做都不会像沿海那么好，最起码我可以知道沿海是怎么样。那如果我再没有办法的话，怎么样？我就把鱼怎么样送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吗？我们有说要帮助这个鸟类要回来怎么办？我们把无人岛怎么样就变成是无人岛，让鸟送回去。OK， 就是我们承认我没办法，我承认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去重组大自然的那些奥秘，所以我只好怎么样，让已经消失的生物，让它怎么样，把它带几只回去。我们也试过在台湾大学的生态池，台湾大学的生态池刚做完的时候，其实里面没有鸟，我们去抓了一只绿头鸭，把它放在里面，因为这个绿头鸭很可爱，它一旦在那个地方以后，它每年都会到这个地方来。
请问有没有成功？前三年是成功的，后来就不见了。OK， 后来他还是没有回来。你说老师，你又失败了啊？是。后来我们就找一种叫做红冠水鸡，眼看像是个鸡，近看果然不是鸡。OK， 红冠水鸡的话呢，它有认巢性，它本身是低度的飞翔。OK， 先弄一只来，以后每年年年都回来。所以你现在去看的话，它还成群在那个地方。OK， 所以的话，第二个的话，我们叫横，我们叫做以横的廊道；第三个的话，我们叫只眼廊道。只眼廊道就是说，我今天不是保护生物，我要保护生物的话，我先保护周围的环境，我营建成为一个 buffer zone， 成为一个缓冲区。所以的话，也许我不是针对某种特别的螃蟹、特别的鱼、特别的鸟，不，我只是想办法把周围有影响、负面影响怎么样，把它隔绝掉，让原来这个地方可以逐渐看有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美好的环境。这东西的话，我们叫只眼廊道。我现在开始讲实际的案例，然后我想办法在1:55以前把它结束，然后让你们问问题。这东西我们实际做的。台湾有地方叫做台东 ，OK， 台东在台湾的东边 ，OK， 那有个溪叫做卑南溪 ，OK， 因为那边有个卑南族，你知道我是属于哪一族吗？我就是卑南族。自卑的男性哦哦、oh, ，OK， 没有，我刚讲那个是我太太给我取的 ，OK， 我跟我太太讲说他是阿美族，我太太说我是卑南族 ，OK， 一个男性常常感到自卑哦、oh, ，OK， 所以叫卑南族。那卑南族的话，不是这个卑南溪啊，有个鱼，是很棒的鱼，叫做高山固鱼。高山固鱼的话，以前是台湾濒危种，是保育种的这个鱼类。那这个鱼类的话你看整个卑南溪常常没有水 ，OK， 淹大鱼都是水，不淹鱼。枯水期的时候，大部分都没有 ，OK， 大部分都是没有。你看，整个溪里面就这么一点点水，那鱼类怎么样？它就会游进来，会游到从河川里面游到人为的这个菌路里面来。游进来鱼类大部分都会死亡，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底下水就怎么样就用掉了。下一张，拆的话呢，我们就做个鱼梯。你如果去过台东，台东有八景，近代我们称为台东八景，八景里面有一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OK， 我们啊，那你说鱼会爬上来吗 ？Yes。OK， 因为鱼要进来的话后呢，它很容易被挡住，它进得来它出不去，所以的话，我们给它一个有个鱼梯可以怎么样，让它进来一个出去。下一张 ，OK， 你看，酷，你看，好酷，哎呀，感动啊，真的感动。OK， 你看，它这个哈，它怎么样？它进得来出不去，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垂直的落差，它没办法。所以的话呢，我们改变这个落差，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话，鱼可以这样子吗？没有，底下。下一张，你看底下。老师，你好，我这里。OK， 你看，我用我的身高来代表。那么鱼怎么样？从底下就怎么样呢？进来，出去。那为什么？因为枯水期的时候它会进来，河川切水的时候它会进来。下一张。OK， 那进来的话就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边的话它是有水的。所以的话，我如何把河川、把天然的水路跟台湾早期的这个水路串联在一起，让鱼可以自由的这个进出。下一张，就它高山固鱼。OK， 你说好像死掉了，是它已经死掉了。OK， 你把它弄死吗？没有，乱讲。OK， 它死在旁边。OK， 这高山固鱼是台湾的濒危性的鱼种，那就台东有。OK， 那它由于呼吁的而当呢，目前的鱼群数目已经逐渐的增加了。它曾经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濒危性的鱼种，那现在已经慢慢的回来了啊。不过我还是很担心，为什么呢？因为88洪灾之后，整个水域实际上是被破坏的，因为台东的里面是走山所以呢水质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鱼还是持续的在减少。再下一张，来第二个案例，台湾有个溪叫做大屯溪，大屯溪的话它有螃蟹。我们台湾整个西岸岸里，整个西岸岸的话，就只有基隆的附近的几条溪呢，它实际上是有毛蟹。OK， 那毛蟹呢？因为流量会减少，流量会减少的话，螃蟹的话，它是到海边，它是到海里面去产卵，到海里面300公尺一直深海去产卵，变成小螃蟹之后，慢慢的再爬上来，一直爬到我们阳明山去了。然后等到它，你说老师它爬这么快吗？我从来没看到，因为是你没有去过。OK， 淹大这边爬了，OK， 所以它会爬上来的话，但是因为我们周围不断的在设立工业区，我们那边有个眼熊，我们这是五高熊，OK， 那么呢，所以的话，我们水量逐渐的减少，那可不可能在有限的水量里面，把廊道可以继续可以让它恢复？我们就用气室，我们用堆石器，对不起，这个前面来，我们用堆石器，堆石器的话，我们用，对我讲的气是那个气室的气，OK， 变成一个矮滩。
然后的话增加它水流的深度，然后呢让它有强度，鱼可以，对不起，不是鱼，螃蟹就可以上来。因为我们台湾整个西海岸只剩下这里还有螃蟹，那进来之后的话它可以躲这个底下。 OK， 你说老师你在这里的话是准备抓它吗？ Yes。OK， 我走的话就拆掉了。OK， 所以的话，它可以慢慢的上来，它可以慢慢的上来，让鱼可以在枯水期的时候依然有足够的水深、足够的流速，让它可以上来。再下一张。OK， 你看哈，我好，它可以上来。再下一张。OK， 非常非常，我们真的成功了，它已经上来了。不过非常可惜，上溯的毛蟹被打扮成为大陆的大闸蟹，因为长相很像，体积也一样。OK， 实际上它是同一类的。OK， 只是大陆叫大闸蟹，我们台湾叫做日本毛蟹。其实日本毛蟹是长在台湾，不是长在日本，因为日本人发现的，所以叫做日本毛蟹。那因为跟日本是同一种，但是实际上都是亚洲的同一种，吃起来哦是有够好吃。OK， 那老师你不是学生态，怎么讲好吃呢？理论上应该很好吃。OK， 那目前的话，后来以每一公斤的话，以300块到450块这边卖出去的，所以的话我们成功了。所以成功之后的话，不断的被抓，所以怎么办呢？当地有人开始在养殖了。OK， 利用当地的水，它养在旁边。要卖的话，就卖你养殖池的水。请你不要抓我野生的，请你不要抓我这个野生的。OK， 所以的话，目前你看，后来的话，我们这还不够，有个戏叫老梅西，不是倒梅西哈，老梅西。OK， 老梅西的话，后来也是一样，回去我们做持续的移梯。下一张，我们减缓它的坡度，让鱼可以上去。非常可惜，我们的资料不够，我们资料我们没办法证明成功还是失败。OK， 那目前这是老梅溪，目前是我们整个北台湾生态最好的。对不起，我今天不讲宜兰哈，我今天讲说我们西部最好的生态的一条溪流。再下一张 ，OK， 案例是我们在三芝的埔头，三芝有个地方叫做埔头，三芝是我们李登辉总统 ，OK， 他的家乡。OK， 那么有个地方叫做埔头 ，OK， 那为什么三芝？因为旁边有个溪叫做巴连溪。巴连西的话是个西班牙话，巴连是个西班牙话，证明早期汉人是来这个地方的。15世纪的时候，早期的汉人没有进到我们台北市的这个盆地，因为里面都是一个湖叫康熙大湖，他们都在三芝，三芝是我们北台湾最早的一个聚落，他们住在这个埔头。OK， 然后呢，我们用当地的这个梯田营建，让毛蟹可以回来了。再下一张 ，OK， 我们当然啊，这个蛙也回来了。OK， 那在这边的话，那。巴连溪的话，我们让螃蟹可以上去，螃蟹上去，那螃蟹的话，你看，螃蟹走路是这样走路的，你注意它的第三只脚 ，OK， 它注意它第二只脚，它都会第二只脚先过去勾住以后才会移过来 ，OK， 那这边再过来 ，OK， 所以的话你要注意它的第三只脚，所以的话呢，它往偏，它往上走，往上走的话你要研究，我们在学物理学，学物理学的话呢，这个生物的行为学，生物行为学，你如果太垂直，太垂直的话它勾不住。我们发现呢，只要你的高度1公尺，它掉下来的话，它就一定会死。螃蟹只要1公尺上面掉下来的话，它就会死。哎，猫几公尺你不知道？我们要把一只猫摔死，要从多几公尺上面往下丢。不要讲这个东西，怕有人会虐猫。不过基本上一楼把它往下下，它是不会死的。二楼它会受伤，三楼它死定了。OK， 他死定了。所以的话，螃蟹也是一样，它顶多只能够一公尺。所以的话呢，我们用牡蛎壳，我们用石头，用更的方法增加它表面的粗糙度，然后的话让螃蟹可以安全的回去。OK， 下一张好不好？我们给你看整个前端面。你如果有机会从台北开车到三芝去，它就在我们登辉大道的右边。OK， 很多人过去他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对不起，前面那张，这种东西如果是垂直的话呢，螃蟹上不去，所以一定是怎么样？是斜的，斜的话，然后呢，增加它表面的粗糙度，要贴很多的石头，然后水流的多变，保持固水期上实际上是有水的，螃蟹怎么样？会持续的给我上去。再下一张，哎 ，good， 不止螃蟹上去，连一些滨海上的一些贝类也可以上去。再下一张 ，OK， 那贝类有多大？OK， 站下一张，东西都是哈，这是沿海巴连溪的这个现状。现在站下一张，然后呢，但是回去的过程中，还是有螃蟹死掉了。OK， 你说我看的都是一些死掉的螃蟹。OK， 你说老师，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还是会死掉 ？OK，Yes，、okay, 我跟你讲，如果通通做完了，你们大概都没，你们就没事情可以做。我跟你讲，我失败好多。那你说呢？他为什么跑到一半就在那边死掉呢？我们可能坡度是算错了，我们这个粗糙度是算错了。你说你是应该抓起来枪毙？不会，下一张，还是有些是成功的回去。OK， 这些是成功的回去。
我们后来就慢慢的知道，我们的一年又一年，我就慢慢的知道，它这个角大概能够到多大，弧度大概可以到多大，粗糙度大概可以有多少 ？OK， 所以一只一只的慢慢回去。当然啊，蛙类也跑来产卵。再下一张，看看螺类也前来。下一张，所以的话呢啊，成为一个生态工程的爱好者的话 ，is a dream impossible dream。OK， 我们三个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哦，对对对，看我们的习题。两题，请问你要回答高题的也可以。你资料不容易找，除非你能够读到，除非你能够读懂一些日文。哦，还有一个，意大利好像有个案例，意大利那个威尼斯的附近、啊、好像有个类似的案例、啊、不过他们没有我们这么严重。OK， 目前呢、啊，对于山区道路做的最好的是奥地利，奥地利是全世界生态道路做的最好的。第二个是瑞士，瑞士，你如果能够读得懂瑞士的法文 ，OK， 很多人在微笑 ，Good，OK、okay。那么 ，OK， 这第一个问题，你不用打两个，你选一个就可以了。OK，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假设你是一条鱼，或者你是螃蟹，你如果要回去的话，你认为在台湾的河川你会遇到哪些问题 ？OK， 啊，你可以是这个第二个是比较容易答的问题，你两个选一个。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Any question？ 你可以举手来问我。Yes。Yes。你是讲什么地区？云林的地下水的水源，我们以前已经做过很多年的研究，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它大概80%到90%是从南投出来的这个啊浊水溪啊渗漏进来的，大概有零星5%是从北港溪。对。溪流的渗漏下去，还是它直接从地层下去？哦，从那个溪流的底部啊啊，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地下水的补助区。地下水的补助区，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行业的专有名词，它会大量从那个地方慢慢的渗进来。那它的、yeah. 就是进入的量有变化。Yes， 我们进入量是大量的在减少、啊、因为我们在更上游，我们拦截做积极拦水淹，但是来不及的，对不起，来不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湖山水库，对不对？用湖山水库，湖山水库的话，应该是2015年会。2015年会通过湖山水库会盖好，用湖山水库来挡来提供一部分的自来水。那当然有人说上面有八色鸟 ，sorry， 我必须承认我们人的智慧真是太有限了。湖山水库的确是破坏八色鸟的这个栖地，但是整个云林因为没有水，自来水它大量的超抽，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用湖山水库去取代。但是还有农业用水的问题，农业用水的问题，我们现在在云南要在云林要做个云林大湖。云林大湖用个很大的，做成一个很大的湖泊，然后呢，把硬是让上游的地下水进到我们的湖泊里面来，成为它的一个入渗。我们希望在2020年可以完成。政府目前还是反对这个案子，就不让云林做一个大湖。OK， 那为什么反对啊？我们啊，我想这边我们不方便讨论啊，为什么反对 ？OK， 还有什么问题 ？Yes。那就是做水库跟。对，那我们该用什么方法？OK 啊，同学的问题就是说，你超过地下水是破坏生态，那你用水库也是破坏生态啊、我认为 not really， 就是你的地下水的话，你如果合理的抽的话，因为你地下水最后还是到海水里面去，所以的话呢，它有个安全的一个抽取量，你不要 over pumping， 你不要过抽。哦、oh, ，OK， 像台北市的话，现在不能抽地下水，就搞得我们台北的那个地下结印很容易渗水，因为我们地下水已经上升了。大概我们现在大概2米到4米左右，就是有个地下含水层在那个地方。以前实际上是在民国50几年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超抽，那地下水已经下去了。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就定义说你不得抽台北的地下水，其实不对的，应该说你不得超抽台北的地下水，后来变成说你不得抽，搞了我们现在的高铁有时、欸、不是高铁，我们的捷运啊，实际上是有点渗水哦。OK， 当然了，我们想说捷运可不可能成为台北的一个黄鸿道？以后的话，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捷运整个充满了水，成为一个很大的这个水族缸。那以后我们去搭高铁的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我们就穿一个什么样深水的这种潜水衣，然后我们就进去 ，OK， 就进去的话，你看到鱼在你的窗外里面有哈 ，It's so good， so good， OK。但是目前的话，我们还没办法可以这样做。水库的话呢，对，没有错，水库的话的确是啊破坏我们的生态，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水。那我们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可以用100个池塘来换一个水库。用100个池塘，用1000个池塘，像我们的桃园不是有很多很多池塘吗？
桃园以前有12000个池塘，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地理的一个奇观。你如果搭飞机的话，在大眼快下飞机的时候，你往下一看，都是池塘。以前有12000个，现在只剩下1200个，其他都填垃圾掉。OK， 填垃圾，填工厂的废弃物，填那些有的没有。OK， 所以的话，早期的居民因为桃园没有足够的用水，所以他用1000个池塘去换一个水库。所以，我们是要把我们的风险集中在少数的一个水库呢，还是要把我们的风险让100个池塘或1000个池塘来共同的分担？这东西事实上是我们的智慧，人类的智慧。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Yes。生物扰扰工程，对，大声一点。生物扰扰工程就只是为了你想保护特定的动物去设立的工程，会不会就是伤害到其他的动物？我真的很谢谢你问这个这么好的问题。你做一个生物廊道，你常常是为一个生物在做考虑的，你会不会伤害到其他的生物 ？Yes， 但是这一直是我们的我们的挣扎。我们在选这个生物的时候，它常常会有个特定，就是它是怎么样的？它是 keystone species， 它是关键物种。什么叫关键物种呢？就是这个生态系里面如果没有它，整个生态系就很容易破掉，就很容易坏掉。这种生物常常是会做草的生物，做动的生物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少，而是因为它是 keystone species， 就是它是关键的物种。它不一定数目很多，但是因为它有本身，它会具有好，它会具有水域陆域 ，OK， 然后它会做动，然后呢，它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消费者。我们常常会用这种 keystone species， 当我们做生态工程指定的物种。我们并不是为所有的，我们就没有为大肚鱼做，对不起，那我们也没有为福寿螺来做 ，OK， 很抱歉没有，OK， 当然也许我们轻视福寿螺，当然这是我们的错误啊。不过基本上我们不可能为所有的生物来做，不能说 OK 蛇走这一条，青蛙走这一条 ，OK， 同一条的话，蛇就吃青蛙，或青蛙就吃蛇 ，OK，Sorry，、okay, 我们人类的智慧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办法为不同的生物，我们只能选 keystone species 关键的物种。Yeah, 你刚问的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挣扎。呀，谢谢，还有没有问题 ？Yes。我想请问，做那个像鱼梯那种，你要怎么保持它枯水期有水？哦，对，你这个鱼梯的话，枯水期要有水的话，后呢，就是让它水可以多点时间在这边停滞。我刚给你看的这几个鱼梯哈，都还不算成功的鱼梯。国外还有比我们更好的鱼梯啊 ，OK， 我们还在学哈。但是呢，我们常常把国外鱼梯在台湾都不能成功，因为美国是鲑鱼，欧洲也是鲑鱼，我们台湾没有鲑鱼，很抱歉。我们谈到鲑鱼的话，就有台中那个七家湾溪的那个内陆型的鲑鱼 ，OK， 能够回来迁移的话，怎么是螃蟹？我们能够回来迁移的话呢，是其他的物种，像乌鱼 ，OK， 像鳗鱼 ，OK， 啊，黑那个大那个鲈鳗，但是呢，所以我们有点在设计。不用国外的鱼梯，我们用是台湾本身的鱼。那用东西怎么设计的？因为鱼这样游哈，鱼有很多游法，一个是平常游，平常在这样游，还有一个是怎么样冲刺，啪，冲刺的游法。OK， 还有怎么样是它停顿的游法。你刚刚看到我们那个有不同的那个水深跟结构啊，是要营造不同的流速，有个地方让它可以栖息，有地方怎么样让它可以往前冲。你若不给他冲啊，他还不上来啊。所以的话呢，都很多都属于流体力学的这个领域，就是我们让用流体力学去看到鱼本身那个肌肉，它那个所冲的时候所耗的那个所耗的那个 energy 的那个能量，然后再来设计这个鱼梯。我真的很抱歉，我们懂得太少，真的我懂得太少，我们大部分都失败。还有什么问题？Yes， 还有问题，再来。我就问，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天然的河川，它可能会面临生态问题，就是因为它的水资源被人 yes 拿去用，对。我们建造那种鱼梯或什么，如果没有解决一个最根本水量的问题，那对你问的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例如说，你如果去过浊水溪，去过很多的溪流。只有台中的乌溪在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还是会有水。我们大部分的溪流，你去看到，哇，河川这么宽，平常流速只有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无论怎么样，让我们的河道里面永远都是有水的，只是会集中在一个比较小条的、比较深的，让它还是可以继续往上来。那万一它如果说连那个水都不见了，连那个水都断掉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不是有个溪叫新店溪吗？新店溪到台湾大学旁边就断掉了。
就没有水。所以你如果去过，你如果有机会去过碧潭的，去钓鱼，或者去那边划船，它上面不是有个桥吗？可以让你横跨那个碧潭吗？你不要看碧潭桥，你看到后面的，后面有叫汤泉，有没有听到？汤泉大厦，你一定往那边看，你会发现那边的水怎么样，几乎是断掉，就是断掉。所以的话，我们的乌鱼就只停在我们的那个中正桥底下，没办法可以上来。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把那个水，我们希望把那个水给挖深一点，然后呢啊，让乌鱼上是可以上来。你讲的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是呢，很多的河川的确是有枯水期，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让它可以枯水期的时候，它可以避难进到我们的人工渠道里面来。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卑南溪就是个实际的例子，让它可以避进来。逼进来之后的话它就会流出去，流出去以后它就跑到下游去。下游的话，因为它会有赶潮，它会有潮汐进来，所以那底下它会像是等于是它跨过这条，实际上是可以进来。OK，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Yes。刚看你们提，它有一些道路是用，是一格一格那种，好像是水泥还是什么的，一定要那个吗？对啊，我们已经游说五年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啊，不一定要用水泥，不一定要用水泥。但是呢，啊，这边有个很大的一个辩论，就是你不用水泥的话，你每一年都会被冲走，就你的结构物会被冲走。那我可不可能每年都在修一次？那这样的话，你就破坏了政府的保固制度，因为我们的工程要有三年的保固期。所以的话呢，我本身是支持每一年都被冲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单价可以变成原来工程费的十分之一，那我可不可能用我的十分之一成为我的维护费？每年都让我做新的，或是每两年让我做一次新的？但是我这样做的话，就违反政府的采购法。所以要满足政府的采购法，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做成钢筋混凝土。虽然我们心在淌血，所以的话，学行政法的人，把我们的脖子给扣住了。我们让工程的人是常常在那边流眼泪的。常常在流眼泪。Yes，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哦、oh, ，Yes。你刚提到说这些鱼梯的设备，它如果用不用水泥这样子的物质的话，它就没办法维持很久。对。可是像老师前面提到大明梯的，它那个库，我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是什么，可是它都是用石头。是的。而且我几年前去过，它好像也都维持的还不错、啊。是。在某些条件下，台湾还是有办法用像这种比较多的材质。是，他问到我一个很难过的问题，就是呢，可不可能用石头去做？答案是你所看的，你的确不错，你看到的是对的，但是我每年都重做一次，只是他重做一次的费用是低于他的维护费，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他低于混凝土的维护费，因为你用混凝土的话，你后面会有积沙，你会有积住很多很多的树叶，所以问题就是说，这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麻烦，就是我如果我的单价是你平常混凝土建造的十分之一的话，你可以不可以接纳？什么是我的建议？我建议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我根本不用一个两米高底下再一个1.5米深的一个地基前段面的开工 ，no， 我是反对的。我事实上是用个60公分用砌石的方法把它堆起来，然后用当地的沙。然后我用一个沙包把它包起来，叠成一个沙包的一个矮堰。我还不用石头哦，因为当地没有石头，我就地取材。天哪，已经2:10了，我们是2:10下课吗？还2:15下课？2:10下课 ，OK， 好，祝各位有个快乐的周末。哦、oh, ，OK。